那些年的小心思。座位换好了，大家自习吧。为什么不是我跟浩洋坐一起？水晶，这道题怎么做啊？你教教我吧，我不会。我哎，浩洋，这道题你都做对了呀。哎，水晶，你去上厕所啊，我请你。啊，你们花上巴士啊，这好幼稚啦，去上厕所啦，走。哇哇哇！不要看呐、啊！男生不准看。小潘怎么突然跟水晶玩得这么好啊？小贝，这好香啊！啊，没闻到了？哦，可能是我的体香吧。什么体香？明明就是蓝月亮的薰衣草香。原来不是体香。你买的吗？啊、哪里买的？怎么在我？我一箱就成了。抖音上左滑进抖音商城，搜索3805，或者直接点击左下角就可以抽隐藏彩蛋和万树鲜花。九点九抽蓝妹金萃水，还有满减优惠券，记得多搜搜哦。绝佳宝超，每次最后一个选位置根本不可能坐到浩洋旁边。你信不信？就你又要交新朋友了。分走啊，一起去上厕所。我不想去。小文，你去上厕所，我请你。哎呀，我服了，浩洋，你桌子怎么这么乱啊？我真的是，还是以前擦干净了。哇，你看，这是那个 computer， 好酷啊，好像职场 OL 啊！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也要。过来了。叔们，赶忙打个电脑啊！怎么总有电脑？因为我想打呀。有一次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我就立马改房啊。哎，我们是拍辣椒奶茶吗？好啊，好。等一下。喂。你要把字体换成五彩斑斓的黑是吧？没问题。哎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哎，那个，欢迎光临，几位？两位，坐下。哎，你们这餐桌旁有插座吗？插座。点了，怕没点了。我随时要盖房卡，随时待命呢。没有啊，没有。走，还一下。全站起来。我先充电。哦，第五十五版不太满意，还是想要第一版是吧？哎呀，没事儿。这就是我小手上当的痔疮味啊。当亲戚来家里睡觉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哈。终于要走了。哎呀，走啥子走，就在那儿歇，又不是睡不到。好烦哦，留啥子留嘛。哎呀，又不是啥子外人。下班今天你就和嫂子挨到睡好几号，第二次和第二位就睡沙发好委屈哈哈。没事。哎呀，那就麻烦你们了呀。不麻烦，麻烦啥子嘛，不麻烦啊，都是家人啊。又不是挨到你睡，你当然不麻烦。那个下班该谁来了哈。啊，我换衣服就洗死了。哎呀，还不好意思啊，你小手啥子都剪了过吗？还不睡觉，该睡觉了，不要洗手上手机。11点半，我的夜生活才开始，怎么就睡觉了？根本睡不着啊，还不敢随便动，好不自由，出去喝水吧。只穿了睡衣，客厅还有蓝帘，又要穿件衣服，好烦啊，真不方便。还没睡呀？哦，我出来喝水。你好，我要怎么盖被子，怎么睡啊？救救我！小时候能有多好玩？爸爸要来弄条肠，臭臭臭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我来了。集合完毕，今天我们去逛公园。第一站画雕塑娃娃。哇，我要这个流氓兔。我要这个，我选这个。哇，泡泡，你画的好有天赋啊！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多拉流氓兔。第二站，双栖交换。哇，你画的好好看啊！当然了，今天三八妇女节，我做好了要送给我妈妈。那好啦，咱们去烤干吧。啊！哇！七大。三站山画。不是像你这样子弄的，要像这样子一格一格的撕，然后把你的颜色撒在上面，把多余的抖掉。啊！哦。泡泡，你这头发还是渐变色的哎！对呀、啊，你们可以吗？你们还有沙吗？可以借一点给我吗？借一点。这个沙子每次都只给一点，真坑。那些年的小心思。杨在，特别关心的林善，难道是他？怎么不是他呀？烦死了！设置隐身，但是只能让杨在一个人看到我在线。4G 在线，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吗？哇 ，WiFi 在线，他回家了。亲爱的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假装发错消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我要去了，886。那么高冷吗？那个。小芬，你娘子，我只是想了解他多一点啊。这一个简单，吴学茹已经帮你梳洗了，再练。快快快，看起来。
什么都没有，该怎么了解他呢？太无聊了吧，这个人一点爱好都没有。谁说没有的呀？他最喜欢玩金强强，可痴迷了。我们俩可以加入吗？当然了，金强强新出了个思维式模式，团队作战很考验默契的。那我们开打吧。Victory！ 杨仔，你真厉害，你这边也不错。嗨，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！我值得。是杨仔，我首要带上小美，我竟然输得一塌糊涂啊！我当初怎么看得上他呀？幸好他放过了我，谢天谢地。小时候过生日，哇！来，你选一个，你要哪一个生日蛋糕？我要这个。我也想在学校里过生日啊！小芬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，生日祝卡。对啊，而且我都是过身份证上的阳历生日哦。好洋气啊！我也是。哇，你的生日蛋糕好好看，还把雨伞也能送。拿来吧你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记得要给我拍这个生日举牌照哦。生日举牌照，要像这样子拍哦，然后每个人都要拍，然后艾特我。哇，小芬，你快看，写成表白墙印的祝你生日福卡，还有提拔多来春发祝你生日福卡了。哇，小芬，真的好有人气啊。我自己给自己投稿。那天。生日快乐，小芬，开始。今天过生日，我想吃点好吃的。还不好吃吗？萝卜怎么打一桌？那你要吃啥子嘛？方便面。为什么我不是妈宝男？拜拜妈妈。你咋个每天都这么多话跟你妈妈说哟？分享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啊。你话费咋个住啊？我用的都是家里面的福卡呀，都是家里面交话费。好羡慕啊！月底又没钱了。再吃。嗯。月底了，你咋还有生活费啊？我妈妈给我寄了，生活用品也给我寄，我从来都不买那些。太爽了吧！我妈就不得问我这些。哇，你要是个约会啊？不是的呀，我还和我妈妈一起拍母女写真啊。我妈妈拍写真？哇，能和妈妈处成朋友，好羡慕啊！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呢？我先屏蔽她，也不给她打电话，都不分享最真实的你。原来是我自己，我就要当一辈子的妈宝女。头像也是我，原来妈妈一直都在关心我，是我把自己锁起来了。头像就是小芬，你给她介绍个男朋友噻，你给她做了一个视频哈，你帮我发了，你们俩相亲群了。花开的时候，你就来看我。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。好像是感觉有点臭臭的。你怎么了？感觉你今天都不怎么理我。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你们知道吗？泡泡是收废品的，真的吗？男孩看起来就邋遢，以后我们就不要跟他玩。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泡泡。小芬，你的妈妈是干什么的呀？我的妈妈可是职场白领啊。啊，大了，这就是我妈妈上班的地方了。哇，都是你的写字楼哎，好高级啊。哥你好，我们这是保险，有没有事情了解一下？这个月的月绩咋办啊？泡泡，你妈妈是收废品的吧？对啊。你看小芬妈妈多么厉害，你也带我们去你家看看呗。我讲到了。哦，我家废品在另一个狗角里。收废品的都这么有钱吗？